韩风国际文化名城，对标新加坡滨海湾、苏州金鸡湖，坚持世界眼光、国际标准、中国特色、高点定位，秉持淬炼水绿、蓝绿交织、向湖而生、大疏大密理念，规划面积6.4平方公里，总体布局3大功能组团，全力打造历史记忆与现实震撼交织、山水园林与湿地风光辉映的中韩合作城市新地标。以规划用地1200亩的中韩文化广场为核心，布局建设中韩文化交流中心以及名品商贸、影视文娱、健康医疗、科研总部等一中心四街区。中韩文化交流中心临湖而立，规划用地170亩，布局人文历史、商贸会展、特色餐饮、商务办公功能，承载中韩贸易投资博览会等高端商务活动，与中韩步行街中轴线互为对景，是盐城河东片区中韩文化交融共生的中心地标。名品商贸街区水绿相间，规划用地600亩，以双子楼为标志性节点，汇聚中日韩名品名牌，建设1公里中韩特色步行街，北段发展韩国餐饮零售，南段体验高端名品商贸，打造一站式国际时尚街区，并通过花园式天桥与中韩文化广场相拥相融。影视文娱街区规划用地220亩，引入韩国优质资源，重点布局韩国影视创作、汽车工业创意设计、文化传媒等功能，西侧承载文创空间，东侧文创住宅相融，与南侧团结河连通开放，是年轻人集中集聚、迸发活力的创业家园。健康医疗街区规划用地230亩，以城市健康生活样本为定位，引入国际高端康养和韩国医疗美容资源，加快布局医疗康养产业，打造医疗、医药、医养融合发展的国际康养中心。科研总部街区简约现代，规划用地300亩，依托滨水的优质环境，聚焦全区3大主导产业，布局产业科技研发、总部商务办公功能，推动国际高端人才加速集聚，加快中韩盐城产业园高质量发展。